本次直播还带来了三名新角色的爆料，分别是 3.6 版本的重心阵营风 C、 三相梵天。哎，你这不对呀，诺手出焚天，黑切血手呀，谁出三相？雷斧伐灭加离，以及风队最后一块拼图 3.7 时装的风斧帕尔瓦蒂。其中三相梵天为新的原初修刃者，由于力量被封印，所以只能暂时以萝莉形象示人，裸足萝莉加球，不得不说很有搞头。我是说很有魅力。萝莉形态下，梵天的定位是辅助，但当其释放奥义技能后，就会能力全开，恢复御姐身形。谁家冥王变身的同时，梵天会蒙上面具，有一种圣洁的神性美。开导，我是说祈祷。同时技能组也会进行替换，从辅助变身强力输出，技能百分比削减敌人血量，还能直接秒杀低生命值的敌方单位，强而有力，强而有力啊！风属性迭代吧，你给我等着哈。如果说梵天是白毛特工，那加离就是黑皮狂喜。在战斗机制设计上，首次引入雷环机制，有点类似于音游的完美判定，需要期间进行精准输入，重申之我在大野玩音游。此外携带不同神格线也会使玩法发生改变，有拳头连打，也有放弃木鸭的宝宝巴士。如果实在觉得木鸭玩法比较困难，也可以放心交给 AI。 至于梵天和加离的联系奥义，尽管提供的雷减抗效果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意思，但机甲伤害提升的 buff 还是能吃到底。说完 3.6